在后面的这场讲评之中，我们的题目是媒体无间道，我在新闻界卧底的日子。那我们来期待接下来的3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聆听 Kobe 的分享。在他的分享之中，我们也邀请大家在听的过程之中，可以记录下说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那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看的时间，然后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尽量的开放几分钟的时间来进行 Q&A。但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那我们可能就继续期待跟下一位讲者和我们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舞台交给我们的讲者 Kobe， 谢谢大家。OK， 大家好，我是柯玉啊。那今天分享媒体无间道，我在媒体传播领域获得的日子。好，来一次。这个可能呢？那我目前场上正在录完面的过程之中，也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两个讲题，一个是和战力的族群有关，另外一个就是和的面积有关。那现在邀请大家来看一下，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请准备。那我请 Kobe 开始。OK， 大家好，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跟那个村长，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这是我从那时候那个照片，雅虎开会，我在那做了一个题目，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第一次政府还没出来的时候的一个照片，我的手举，刚刚有远镜头拍，右下角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当时在开发的那个总预算网站，那时候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来玩这个题目嘛，所以做总预算，然后来来，那做一做，这个东西其实那时候是参考一个国外的网站来做出来的，国外的什么网站？不好意思，漏掉一个画面哈。纽约时报，那个纽约时报他们一开始在2016年的时候有做像这样子的预算计划，那个时候他们是用第三阵这样计划来做。其实在国外资料新闻的东西大概在很久以前就有了，2009年的时候汇报的 Data Globe 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是一个资料新闻的来讲。可是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提到那个蒙塔尼在第一政府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时候，媒体在做什么呢？国内的媒体在做什么呢？这边有一篇报道，这是其实是我朋友，我们以前一起爬山，然后你可以看到，还奇怪的女尸两度还能登山，因为我认识这个朋友，所以我知道这篇报道里面写的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方说，他的年纪是不对的，那个时候已经是4年前的事，但那时候也没有37岁啊，他没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哦，好了，上山的时候。而且其实下面那一段，你看招男友给下毒刑那一整段，他如果没有男朋友，这一段还会存在吗？两个人还会吵架吗？还要回头下山，还要劝他下山，还夫妻挂电话，这个叫做指出的杜撰。那个时候发生了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媒体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说这样做，可能真的要怪谁，而是说，我们就会感受到那种好像。有些不对劲，因为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用那个 GDP 出来，你想要去改变这个社会，那我们就会想说，各层面都应该要试着去做，其中一个是媒体。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想，我应该想办法混到媒体界里面。可是你要从这个台面上的媒体来做，是不是有点困难啊？那不如我们要做，我们就从这个小娃娃开始啊，编程的这个普及，要从娃娃开始，就混到学校里面去。所以我这边有一些照片，这个其实我平常去讲课都会拍照，这就是侧拍，所以我找到很多，这个是在一个世新的一个课程上面，这个是最近也是在世新大学，我们在讲那个资料计划，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叫做从零开始的资料新闻网站，他们作者今天好像其实有来，对不对？在做一个资料新闻访谈，这边有很多，这边除了学校之外，也会收到一些台内的媒体邀请，比方说这个是中央广播电台，你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媒体，他们想要跨到从纸本或是从原本他们的领域跨出，跨到网络世界，跨到一个新媒体这边来，
然后这边还有像是我们去年有举办过资料跟那个资料系统实战营啊，给开收一些课程，让那个媒体记者们来啊学习一些资料系统的一个做法这样。我们自己也有那个发起一个专案叫云传媒啊，在那个就是在一个地方我们举办资料新闻的一个分享会这样。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做就是从一个根本的面向，去从这边了解，到底这些学生我们可以为他带来什么。除了像刚刚的一个媒体问题之外，像资料新闻，我们觉得这东西国外开始做，台湾还没有开始起来，我们可以带到台湾来。我们可以看到我去过大概这些学校，这只是列出我这边有讲过很多堂课的，包括文化大学啊、台湾大学、大正大学、暨大学等等的。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我到底讲过什么课，你可以看到有两场好像多啊，这个数字是投影片的人数，所以我至少做1360个影片。讲资料新闻、社群媒体、资料法书、网页部门啊、新媒体是流化、资料梳理啊、提案的技巧、城市政策，这个太特别了。还有有时候会提到临时政府这样。这个变化性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说我们来讲一些什么内容，然后稍微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我们会讲资料系统的提案，我们会从一些国外国内国临时政府的案例去做一个归纳，包括像是这个步骤做不同什么问题，或者是像是什么爬取资料，我们有提案的人就会想找资料，对，我们去找资料。那有些网站的资料是用 Moodle，Moodleless。像 Open Refine 台湾资料可以做整理，就用 Open Refine 做整理啊，Spreadsheet 去做资料的那个分析啊，或者像是 Word 来做那个视觉化 Visualization， 像 Tableau DB 做地图视觉化等等的，甚至会讲到说，有些同学会对城市设计有兴趣，我们就来讲城市设计，然后教他们做视觉化，像 P5 这四个东西就很适合做，因为他把一些图像视觉化的那个函数包装起来，你再用几个 function code 就可以把那个视觉化做出来，那这张是方便数，就叫做城市设计 A 等于一加和 A 等于一加三，它有多少的？好，那我们可以 summarize 说，你看这个过程呢，像是 crawling 啊、rendering 啊、analyze 等等的过程，你有很多工具可以用啊，什么 Open Refine Spreadsheet 啊、Google Chat、Word、Tableau DB、Visual Studio Table 等等。我只是列了部分，我列了一些我觉得还不赖，可以在这边直接给大家先使用的东西，但是。我们既然在这边身为一个阿宅工程师，你觉得我是怎么做这些东西的？我们也会做一些专案出来我们做的，我们全都是用 JavaScript 来做的。这其实是有一点吊诡的，就是我们不用这些工具的人，我们竟然去教他们用这些工具，那完全就是因为不会写code。OK， 大家看一些案例，比方说这个例子是之前前年的时候冰桶挑战，就在身上交用冰水，想办法做冰桶扩散，让大家捐款到那个健龙协会的一个那个事件。那当然那时候社会有氛围，就是说这个捐款的事情只是宣传，因为都是秘密的名人在做，对不对？那我就想说，先是宣传，先看看金额再说。我们就花了半小时查资料，半小时视觉化做出来，再加上 OG， 加上 Facebook 的那个 Social Branding 等等的，大概花了2小时，整理出来，你会发现在那个冰冻挑战的那个月的那三天，捐款金额是占7年来的70%，这是这个资料新闻，这是，而且我花用程式查资料视觉化，我花了很少的时间，一下就做好，还有其他例子，像这个是。全台的 PM2.5 的一个浓度视觉化，这个东西4月8号，你觉得为什么选那一天？有没有知道为什么选那一天？那个妈祖开始绕境那一天，那它其实是一个动画，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视觉化的，然后这几天就这样子画一画。还有之前有跟那个报道者的那个记者合作，我们做一个记者的这个游戏，这是一个可以玩游戏，我们还认真的去调音效，想办法压缩，把它弄到大概。30秒可以 loading 完成，然后你用体验的方式去学习、去理解急诊室的医生，他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你玩到一半，有人会和病人起来打你，刀子，然后你还会需要上厕所等等。所以用体验的方式，我们另外还有像是我们 Pancake， 我们做了一个界面，你可以从 Google Spreadsheet 把资料直接 load 进来，我们就在上面报名，说这边有一个事件，那个事件，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全球的伊斯兰恐攻击事件。的那个视觉化，那像这样子的例子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我们都是使用程式来做这些东西，你真的要用任何的工具的话，我没办法，因为这些东西做出来本身就是给你们使用的工具套件，所以没有工具套件可以产生这些工具套件。
哦，当做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同时把它开源。我们手上这个是之前做 PPT 系的话，啊，这个东西开源之后，大家都可以用它来把资料，啊，像是癌症资料库，我们爬完都可以把它全部开放。最近做了一个现实重要统计指标的一个系列化，啊，资料爬完来整理，我把所有的指标分成几个级，让我自己去取用，相当方便。啊，那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体会得到，其实是对记者是真的蛮有帮助的。你可以很快的用程式去做出这些东西来。所以说，这边引用报道者之前一个专栏，在国外实习的那个优秀的台湾学者叫林成峰的，他的专栏写的一段话，啊，记者这些记者用 Python、Python R、还有 SQL、还有 Sentence、还有 Vim 跟 QGIS 做出超棒的，但他们其实第二个是用设计上的记者，他们是资料记者。我们可以看到一下这些东西 ，Python R、SQL、Sentence、QGIS， 可以看最后一次，我们可以看看。像这样的东西就勾起我的大学的回忆，哇，大学的课程非常多，非常清晰，它里面当掉很多毕业，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会想象得到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变成这样的状态，三头六臂。哦，这些课程其实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哦，这个叫阿白哲联盟这一课，开始大一必修计算机程式 ，R 数值分析，哦，你们跟大家，SQL 资料库系统。啊 ，QGIS 和 B 站这些，会跟样图学扯上点关系，像处理等等的，全都是资工课程哦。我们再看，甚至现在最流行的 Virtual Reality， 哦，这是选修，这课我修过。哦，或者是像媒体很流行做报，有没有？啊，你要去想办法让你的讯息看起来像蛮大的。啊 ，Visual Intelligence， 哦，各种演算法都应用上来了。OK， 那其实还有更多的、更多的，比方说像是做游戏啊，做这种平台啊，或者做数位讯号处理等等的。所以我开始学的是。我们应该要在像是资工这样的一个系上去开这样的课程，比方说采购、采访写作啊、服务理论啊，相关的这些在资工系。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两种不同完全性，一边是硬的，一边是软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课程就是跟机器、跟理论、跟逻辑，但是这边的课程呢，就是我们还要先抓下来的课程。你就会看到比较软，你怎么去跟人沟通？你怎么让东西传播出去？所以你这边其实可以感受得到一些是渐渐的一种不同领域要融合想要合作的一个过程哦。OK， 那当然我们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比较会写程式才做这些事情，其实蛮痛苦的。那这些写程式这件事，我刚才提到我教过，那很多同学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上手，所以最后还是会回去想办法跟工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常遇到的学生问题呢？我就是帮助讲讲，哎，看到我们上堂讲课，教你体验的，在做做小游戏啊，用工程师做小游戏。好，然后这样做事的话，我们工具可以用，我们就开始练练，上上一下，对啊，像是网站要怎么爬，然后这个老师你刚刚讲的挑选三步，应该怎么做？什么挑选三步？是这样，挑选三步。好，这样怎么做呢？请问你们可以告诉我，你有工具可以做这件事吗？好，工具其实很多。你今天上课，他问你一个列表，这32个工具，全都只是考试学化。哦，所以只要爬书，只要整理，又是另外32个，然后就做不到。好，这个是浅的事。好，实在太多了。那工具当然多，你可以挑一些机要来用，对不对？那你挑机要来怎么样？我们可以挑一下，哦，这个我的这个右手的一个图案啊，有些图片没错。可是像在用工具的时候，你常常就会踩到地雷，因为有六成的图标是不能使用的。都立体图嘛，我要用这东西你画出来，你看对不对？被那个 Adobe Art 就用手怎么样？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些图会下降，好像 Adobe 都被买了，他就你需要到 New Service， 好，就可以公关图层啊 ，Fix Time Version 之类的就可以，然后就开始用桌面版，然后下载是100MB，然后呢跑一跑就下来了。好，这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哦，那这边还有很多例子，会屡犯，他可能开源，但是比较没有维护，所以就常常会出现问题啊。啊，之前教过同学用 Odyssey 跟搭配跟 Hello DB 来做那个叙事型的地图视觉化的，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个 Odyssey 你用 HTTPS 这个网站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做讯息。啊，这是我经过了 N 次失败的课程之后发现的一件事情，要把 S 打掉，你的网络就会正常。像这样的事情，有时候还是会逼着学生去学程式。你可以看到学生这边来来回回要不要学程式，最后呢，好，我们去学嘛，我要学程式的，我正在学，好费心哦，怎么办？我跟不上。然后呢，我要到新框框，我都做不出来。然后我感觉情况呢，很久没有用了，我们包括啊，这些其实是需要一个训练跟学习的课程，它是需要一个学校啊，能够持续不断的，甚至作业相关的应用等等来做给他们。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吊诡哦。
是不是这个记者真的要去学程式？啊，这个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第一个，可以看到台湾像这样子学多吗？我们就算是联合报的新闻部，他们在这里也是前端工程师，他们也是跟前端记者会写的是的工程师或者记者跟工程师搭配这样。好，如果去搜寻新闻加程式学，去瑞典新闻史学，大概是10:1。但是你再去看详细去看那个一的那个部分里头呢，要是那个内容农场啊，要不然就是那种非工程师的，还会喜欢去开发数据分析等等的。而且啊，这个情况，我其实这个有时候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不一定的。比方说也许是因为没有人要争，所以没有这样的，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困难。我们现在要做资料新闻，其实是三者然后是无法过去的，最后是一个问题发言。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你要能够跨出那两个领域，都是已经超强的人心智手套之类的，更何况你三者都会的事，我们就会叫大大神人或神人大大，这太困难了。所以这样的人相对就少，你要怎么争到？那如果没有人要争的时候，你就算能够这样子，那你要去这些地方工作嘛，没有职缺。那回到刚刚这张图来看，这边其实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跟一些上下的媒体。去比方说开会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注意到的事情，你看一下刚刚我都提到这篇文章的问题，但这篇文章有两个问题，除了内容之外，它表现也是一个问题，而且不光只是这个媒体，没有写谁啊，其实如果我们直接去看这个各大报的媒体网站，他们的样子都差不多，对不对？大家会不会注意到它都长一样，文字嘛，图片嘛，这是一个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常有的思维啊。我在那边写报纸做文章，然后他们就把它丢到网上，就是新媒体了。大家觉得这样是正确的吗？我们今天大家写文章的时候，你会去针对你的内容最大化，你会想办法把你的文字精炼。那为什么你到了网上不会针对网络的内容去精炼你的表现？你不会想办法把它变得更可鄙视的等等的？你要挂一堆广告，一堆按钮，啊，说话又烂掉，然后呢，可能能够做到的事情，又有些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利用它功能。这一点是它的表现形式的一个弱点。因为传统的思维到现在的这个思维，就是我们把东西丢上去就好，所以呢，那他们只要有系统可以让你丢东西上去，所以内部的上头系统它是这样，你可以丢文字、贴图片，除此之外就能做其他事。那这个限制其实并不是不好，只是说它就让你无法发挥。我今天会写程式的记者，我只在那边写程式，我怀着那边写程式。既没有人要，又无法做，完全没有发挥空间。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没有效益？比方说，这是我们之前，左边是我们之前跟理论坛合作的新闻理论坛合作的一个专题，叫做李雄的那个纪念专题，然后不可能应该讲纪念，它是一个历史专题。右边是一个访问的报道，你可以看到外在跟互动。整个数字大概是差两倍的，可是那个专题，左边那个专题，应该花了我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做，那右边那个采访应该是不会花一两个月采访了，这个整个是一个投资报酬率的问题，使得现在的媒体比较不会真的去想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所以有一大堆的问题卡在这边，进入门槛太高，要学不容易啊，你真的想学的呢，你要花很长时间学，然后你学会了之后你变成大神了，所以你就要花很高的薪水来评估。然后进到媒体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不容易发挥，再加上这个系统的发展框架束缚。好，然后对媒体来讲，这种投资报酬率问题，整个是一个结构面的问题，它其实跟那个媒体的转型也是有关系的。OK， 所以说讲到这边，我们就会其实会注意到27页上面可以讲到这些成本。我每次上完这个课，听完这些学生的问题，我就会去想，我们有办法去调整这个东西吗？那我渐渐就会形成一个想法。好，那我们试着来做一个系统，可以容纳这样子，这样子需求、这样子东西的一个做的一个系统。那我是先从一个图表的概念来着手，因为我们要突破一个文字、图片的一个表达形式。最开始我们可以从视觉化来说，所以作为网站的话，滴滴，我在这个网站算是在 beta 在线上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那大概长这样。OK， 这个网站我是希望它从四个层面出发，因为传统的记者或者是现在的学生，他们如果不写程式，他们无法去让你做这个自动化或者是把资料建立上面的过程。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最基本的图表怎么去跟资料上接，我们来设计，我们让这个图表可以由
我们不会做程式的，只是把这条接上来。然后举例子来讲，这是一个连接式的账户图 ，Connected State Graph。我们可以去看东西的趋势，随着这个线，然后标示出它的年代。所以我们可以去找我们想要表现的资料，比方说，举例子来讲，离婚率跟那个儿童犯罪率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所以我来找一下离婚率。OK， 这边离婚登记对数，用这个资料好。好，我把这个资料放到这边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料表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栏位，好像是这个，等一下，年度。就放到它的顺序，然后我们来看台北市的离婚登记对数，再去对比刚刚讲的那个犯罪率、儿童犯罪率，来，儿童犯罪的投率，然后也看台北市的资料。OK， 这个资料并不需要你特别去做什么事，你只要去选择你要的资料，然后呢拖过来就可以直接在这边，一定要查清楚乱七八糟的。X 轴我们刚刚是用离婚的对数 ，Y 轴是犯罪率，同一个就发现啊，这个离婚的越来越多，但是这个犯罪率往下降，是因为这样离婚的小孩会更容易发生下降，我不知道。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又下降，这个离婚率开始下降，离婚的对数，到2018年，好，接下来离婚人口到2014年最低了，这时候反而那个犯罪率暴升，对吧？我们立刻很快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小结结好。一个图表做出来，你可以看到这花不少，花不了什么功夫。对不会写程式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但这只是第一点，资料跟表现的小结。那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表现形式，这是一点问题。因为传统的训练就主要是着重在文字上，那如果这些图表是油画上面的，那其实会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再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克服。比方说，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呈现我在脑海中我要做的报道，你可以想象得到我要来表现地图资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到 Explore 界面去找，比方说我要看的是我们可以用图表类型来找，比方说我要看的是热度图，你就可以看到假设这边有台湾地图，看起来不错，我想要它表现，你可以选择它。有一个界面可以让你快速去寻找适合的一种图表类型，比方说我们来再来试看，一样是一个绿草。换一个数据，离婚比例，然后这边就可以来。这次我们要用的是各个县市的资料来对上，所以说，来为你们投到县市。我们来看一下的是2014年的资料，2014年各个县市的离婚率，我这视觉化都把它做好了，这是一个热度图。那我刚刚提到了，这边其实是让你去找到更适合图表类型的一种管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想用这样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但是你并不是很可以在说它展现什么样的内容，所以你可以再回去多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图表类型，因为这个图表制作非常快，所以你这样的过程就变成相对的比较不会说浪费时间。我们用搜寻来试试看，我搜寻看啊，你可以看到说，除了像这种地图上的拍摄啊，热度图，有一种叫百热圈的台湾。它是用一个数值来把你的资料切分成两段，我们可以给定一个，比方说我觉得5%的离婚率算是中间，你就可以去过滤出哪些是比较高，哪些比较低的。这种呈现形式就跟刚刚稍微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再来试试看。假设跟刚刚一样是离婚率，用一样的数据的话，2014年。这张图跟刚稍微有点像，但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去切分那个点，因为就在二线，所以我们可以去切分那个点嘛，假设六。你可以看到我打这个数字下去说，图表有点切开，有一部分比较低，有一部分比较高。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图表搭配你的叙事去讲出更多的故事。今天决定是七，那哪个比较低？为什么？你就可以顺便去看到。这样的例子其实可以一直举出来。比方说，我们今天假设想要看的不是哪个比较低比较高，我们想看的变化，你可以搜寻 change。然后适合的像是这种两年图就很适合来看变化，因为各个县市两个不同年度，就拿这两个变化，中间的线段就有两个变化值，
所以一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后面的数据。然后一样在这个地方，现在要显示的是单位对国外。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对比1998年跟2014年的数字变化。很快的，你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1998年到2014年，大部分的县市它的离婚率都是变高的。OK， 所以这边你可以去很快的使用不同的图表来搭配你的表情呈现。但是在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说，你如果想要再去这个图表上去做修改的话，这边要提到这个我们现在受访这个服务最近的最大特点，就它城市码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所有城市码，它的 style sheet。举个例子来讲，首先如果需要把我们的样式，比方说我的线条，我想要改样式，我改虚线的城市的话，你可以用 CSS 来调整。OK， 它就变虚线。那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资料按照比方说它的长度的差异去排序，而这个资料本身不提供，这个图表本身不提供你这个功能的话，你可以在城市码片段里头稍微做修改。举例子，我大概在这个地方去插一段城市码。我做资料排序。我们现在就直接把两个数据的两个值做相减。OK， 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就排上去了，蓝色是比较多，它越来越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台北市变化是最小的，你的客制化空间就非常大。当然到这个程度，你可能会想说，那记者朋友们危险的是怎么办？这个构想，这个服务构想，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把社群连接起来。所以当你有写的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个案例，我这边也并没有实做，但是你点下去，你可以在这边提出需求说，我想要修改图标，你可以在这边做。这样我们就把社群整个也串联起来了。OK， 说像这样的图表，我刚刚提到在各个媒体之间，可能它的 CMS 本身有限制住，无法做太多的扩张。那它其实可以成为一个 CMS 延伸，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置入到这样一个网站里面？因为媒体本身它并不是它在服务的地方，它很难去生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说。好，我们今天花了大钱砸出这个系统之后，我们这个媒体变得超厉害，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互动图表的等等，这比较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把它置入，这个媒体未来很可能就可以从这边去做突破。当然，我们需要想到说制作图表的这种比方说更多的多样性，它不一定代表媒体未来的生存，或是它的那个商业模式可以获得的Anyway，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有这样四个界面，它包括资料跟表现、故事跟表现、创意跟表现、设计跟表现的界面。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样去把人连接起来？我们在做这个网站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最重要的还是人。我们怎么样让人去很顺利可以操作它？我们怎么样让人可以去有甚至对其他人的需求一起来合作把这东西完成？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比方说像我之前，我们在各个学校，其实有试着想让我们提供更多资讯给学生，让他们可以做出更棒的咨询图表、咨询网、咨询资料系统等等的东西。这边其实都有一部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资料系统是在我们之前有做一个这样的活动，那时候的那个学生们其实在现场都很优秀。那这些人其实虽然不会写程式，但是他可以跟设计师或者是开发者合作，还有运输交流者，像那个聪明像现在会做一样，我们不一定要找很大神级的人来做。好，最后放一张照片，那个新闻13那时候找了10位助教，这边都是当时可能还在念研究所大学学生，现在有些已经出来就业了。我像我每次看这个照片，都非常期待说，这些人未来在台湾的那个新闻领域都可以再引起之力，而且帮我们改变这个新闻未来的生态。好，那我的分享大概到这边，谢谢大家。那么在刚刚的演讲之中，科比让我们带来了我们对于媒体的一个新的想象，也让我们看到了说媒体有不一样的样貌。现在虽然说时间非常的珍贵，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开放两个 Q&A 的问题，让大家来做一下准备。大家先想一下说有没有什么要问题要问，而我在这边说一下 Q&A 的规则。等一下想要提问的人就先举手，那这个时候点到之后，这都请用前面的麦克风，并且利用30秒的时间。快速的把问题提问出来，那一口气录取两个问题之后，我们请我们的讲者一口气回答。
好，请问一下，有想要提问的人可以举手一下吗？好，那请 David 先用30秒发表一下你的问题。对，那个我想好奇的事情是，像比如说现在资料科学目前越来越兴盛，与各个领域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你像你假设一个工程师和记者之间的合作，你会有什么建议来跟有工程为工程师是完成的事直接做建立连接，让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沟通。好，那我们谢谢第一个提问，再开放几个提问，还有人要提问吗？后面应该会比较快，然后后面。你好，那请问你做阅读表工具有实际给年轻的从业和相关的人使用过，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体验？这样，谢谢。好，那这样两个提问，那我们邀请来的两个特别来宾回答。关于记者跟工程师之间合作，我个人会建议说，要对互相的领域有所了解。比方说，记者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运作，他可能要花多少精神、多少精力，可以做到什么样程度的东西。因为我见过不少例子，都是缺乏想象的状况。我们不知道对方可以有什么能耐，做到什么程度，以至于说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做到什么事情。你如果能够去了解，不一定要会写程式，你可以了解的话，那你就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就可以沟通，能沟通我们可以把它实现。那对工程师这边，我觉得可能相对难去想象，我们要怎么样表达资讯，你才可以把这个资讯真的更精确表达出来啊，这是一个比较软的实力。那现在的尤其是这个领域的那个学子都比较少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双方都互相的去考量对方的专业啊，但是不一定要完全能够学会，这种情况下合作起来会更顺利。那第二个问题是，实际上有没有给那个媒体使用过？我必须承认，这个东西开发其实也没有很久，我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个习作这个东西上面。但我其实觉得，它还是要真的被用过，才会更真的能够了解到它是不是还有问题在。所以我其实有跟一些媒体朋友在谈，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实际玩玩看？好，那现阶段还没有提问，但是已经在进行了，这样 OK。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讲者柯宇，谢谢大家。